细佬想选立会主席，田大少话衰过食烟。恭喜各位当选嘅候选人 ，Congratulations！立会选举虽然尘埃落定，但仲有件事未定嘅，就系边个做主席啦。嗱，佢都好似话想做，但睇嚟先要过到佢大佬啦。如果你有个大佬细佬，你系好关心嘅，好锡嘅。今日立法会，你会唔会想佢做主席咧？广告都有卖啦，食烟危害你健康啊嘛。我觉得你做立法会主席更加危害你健康。加上话生性不羁嘅细佬，同泛民建制关系都唔多好，所以会游说自由党唔好撑田北辰做主席啊。咁大包烟咧，总要有人食噶，俾边个食好呢？真系啊，我就觉得叶柳全部都同佢唔系次次都好啱倾噶，即系我感觉泛民同对叶柳嘅感觉，我就唔过对田北辰。可惜叶柳啊，肯做佢一样个鬼精。正得过你呢部抽湿机咩？头先嗰嘢原来系整到你湿晒，先再抽到你干。因为我会珍珠联拜嘅态度就会同你沟通，所以我唔使惊你即系冇人。咁啊，带几本书啊，算唔算？冇，我唔识写书嘅，我一本书都冇嘅。但佢又真系坦白嘅，话中联办七月嗰阵劝过自由党唔好影响何君尧嘅选情，希望周永勤唔好参选。Thank you.